林会长陈英，诚意邀请我们出席中国保健协会中国首届机构养老国际论坛，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来自世界各方的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在此，我代表亚洲各国健康文化产业协会向在座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问好，大家下午好。还有，接着你们的掌声，一起感谢主办单位为我们倾力搭建一个互动交流、共创相机双赢实物的平台。再要借助你们的掌声，感谢各位，你们每一位自己勇敢往前看，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往前看的一代？关注机构养老国际论坛，大家将准备在超过10亿元的养老市场服务里面投入你们的服务，有着冲着这个方向来，目的都是共商善举，共创辉煌。论坛大会将会获得更完满的成功，因为有大家的付出，大家的支持，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掌声自己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我收到会长给我的是爱，老年人服务质量和灵魂。当我知道要演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想出的是另外一道题，就是爱从心开始。所以我这两个标题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上午的主论坛里面的议题，机构养老国际化趋势与战略融合，我在所有的演讲嘉宾、领导、专家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3个多小时里面，我们因为我们在海外呢，就是对国内的市场的是听到了，但是我们没有踏入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只是知道。今天给到我们很多准确的数据和现况，市场的信息，给我们更加对祖国老年行业里面的了解。老年化养老事业正在迅速的发展，现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老年人那个老年化都非常的厉害。还有中国有那个独生子女的问题，也都陆陆续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老年人一个家庭可能有4个老人家，就只有1-2个年轻的人来照顾，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我们要关注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可以说呢，也带出了给我们社会的一个责任和重任，更加的是在座各位大家又看到了一个相机的到来。老年人特别是男性，他们非常害怕孤独，为什么？可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女性嘛，她们就是为孩子怀孕这10个月，她们的顽强坚强确实这方面比男性他们刻苦的能力强一点。但老年人男性嘛，他们也是为了家庭，就是勇往直前的去奋斗，为家做出责任贡献，负责任。但是很多老伴都给会给让他们走快一点，所以呢，男性
留下来的机会也就多了一点啊。在欧美的市场呢，一早就看到这样一个老年化的问题，所以很早他们已经就把这个忧虑早就在完善的管理啊，已经帮助老人家安居啊，让他们在像是家庭一样里面过着共同的同年人的生活，而且是非常的开心。一般让65岁以上的老人呢，他们都能够得到政府给他们安居的，就是老人的那个住所。就好像今天荷兰介绍的，荷兰那个嘉宾他介绍荷兰是怎么样养老的，怎么设计的，为老人啊没有后顾之虑，让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好像家了一样的环境下轻轻松松的生活啊，在平常愉快的生活模式中带着老年而轻松开朗的心情走完他们生命的路程。这就是外国他们啊所做的准备。今天我也看到也都听到了，我们中国政府啊国家已经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也都为这个设置了很多很多的啊计划，而且是非常的完善。所以在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今天大家都有福气，因为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首届的分会养老分会里面得到这个信息，而且也都参与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是相机无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发拓展空巢老人、高龄老人少子化的关爱市场，把乐观的现在还仍然在高尔夫球里面打球的一群，把忧愁的在家里老是愁眉啊不开，也有让一些融入社会的老年人，让他们在不同的区域里走在一起，为他们创造多元化发展的服务，为他们尽心的服务，让他们得到关爱。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特别需要爱，对不对？所以今天呢那个荷兰女士，那个女士她的介绍非常的好，荷兰确实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样板。还有呢美国呢欧洲呢，因为我们经常都去参与了解或者是共事，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关爱事业，所以也都得到很多那个不同的平台的参观理解分享，还有我们也把它带回香港去。现在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叫做亚洲乐活协会什么叫做乐活，大家都看到了乐活呢是通过那个 Locus 是一种追求健康与地球永续发展的新生活形态的理念。我们是要每天都要乐活，乐活人生你才年轻乐活的概念就是要通过环保、有机种植、自然疗法等各方面进行消费和艺术衣食住行的实践，确保个人与地球新生灵的健康。我们协会 logo 的意思大家看得到吗？树叶加一个人，也就是说寓意着大自然的关系与我们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协会的宗旨就是致力推广可持续性发展的健康生活模式，引领人类走向环保、有机种植、自然疗法、教育和保护生态环境、地球永续自然发展的方向，保持新生活消费形态的理念。
达至人类心身灵的健康，社会温馨和谐进步。我想问大家，这么好的理念，你们拥有吗？